台湾集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台积电，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巨擘。它最近的股息事件更加巩固了其作为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台积电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台湾，它在塑造全球科技格局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该公司最近的股息支付证明了其雄厚的财力，这也是对其未来前景充满信心的明确信号。台积电的 dominance 源于其在半导体制造方面的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该公司生产的晶片为各种电子设备提供动力，这些设备包括智慧型手机、电脑、汽车和游戏机。台积电的技术实力无与伦比，它不断突破晶片制造的可能性界限，这使其能够满足对更快、更高效、更强大电子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最近的股息事件吸引了投资者和分析师的注意，它 underscores 台积电对回馈股东的承诺。该事件还凸显了公司稳健的财务状况。台积电持续提供丰厚回报的能力，使其成为投资界的宠儿。最新的股息支付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公司长期增长潜力的信心。台积电的成功与全球对技术进步的渴望密切相关。随着世界越来越依赖先进的电子产品，对台积电晶片的需求持续飙升。该公司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在于其保持领先地位、预测和适应新兴趋势的能力。除夕指的是台湾股市中的除夕日，它标志着投资者的重要日期，因为它决定了是否能领到即将发放的股息。了解台积电除夕机制，对于希望从公司股息支付中获利的投资者至关重要。这个过程从宣布股息金额和相关日期开始，这包括除夕日、股票过户日和付款日。除夕日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在除夕日或之后购买股票的投资者无权获得股息，只有在除夕日之前拥有股票的人才有资格。在除夕日，股票价格通常会向下调整，调整幅度大致相当于股息。这种调整反映了公司资产因支付股息而减少的事实，但是这种价格调整通常是暂时的。根据市场情绪和公司业绩，股价可能会迅速反弹。台积电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股息支付记录，该公司一直向股东派发股息，这反映出其强劲的盈利能力和对股东价值的承诺。这种可靠的股息支付历史使台积电成为寻求收益的投资者的最爱，他们将公司视为稳定可靠的被动收入来源。开盘钟声响起，台积电股价飙升至令人印象深刻的936元新台币。这一强劲表现表明市场对该公司近期派息公告的热烈反应。93.36元的开盘价并非昙花一现，它代表着投资者信心的持续飙升。这得益于公司强劲的基本面和股息支付释放的积极信号。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开盘受到市场分析师的广泛赞誉。他们认为，这是台积电在半导体行业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明显迹象。936元的价格点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胜利，它标志着全球投资者投下了切实的信任票，他们渴望成为台积电持续成功故事的一部分。积极的市场反应不仅仅是最初的开盘飙升，台积电的股价在整个交易日都保持坚挺。这种持续的势头凸显了投资者对该公司的浓厚兴趣，它还突出了人们对台积电驾驭全球半导体市场复杂性的能力的信心。936元的开盘价不仅仅是一个积极的新闻报道，这是对台积电战略辉煌的有力证明。它展示了公司执行其愿景、取得非凡成果和为股东创造巨大价值的能力。第四部分，全球格局，美国 CPI 数据及其对台积电 ADR 的涟漪效应。全球金融市场的相互关联性是不可否认的，世界一遇的事件可能会在全球引起涟漪。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对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表现的影响
就证明了这种相互关联性。 CPI 是衡量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指标，它会影响投资者情绪，进而影响股票估值。当美国 CPI 数据高于预期时，它引发了人们对美联储可能加息的担忧，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涟漪效应，波及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台积电 ADR。 利率上升的前景通常会导致投资者重新评估他们的风险偏好，这可能会导致资金从台积电等成长型股票转向更保守的投资。然而，尽管 CPI 数据引发了最初的不安，但台积电的 ADR 表现出韧性，这种坚定性证明了该公司强劲的基本面以及人们对其长期增长前景的信心。投资者认识到，台积电作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重要参与者的地位，可能会使其免受短期市场波动的影响。美国 CPI 数据对台积电 ADR 的影响，凸显了在投资决策中采用全球视角的重要性。投资者需要了解宏观经济趋势和地缘政治事件，这些因素甚至会影响最稳健的公司，包括台积电这样的全球巨头。第五部分，回报的传奇，台积电稳定的业绩和投资者信心。台积电赢得了增长和盈利可靠引擎的美誉，这一良好的声誉建立在稳定的财务业绩基础之上。长期以来，该公司一直为投资者提供令人印象深刻的回报，这一成功的记录巩固了台积电作为许多投资组合基石的地位。在这个经常波动的市场中，它是稳定的灯塔。台积电持续取得成功的核心是其对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战略重点。该公司一直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这确保了它始终处于半导体行业的前沿。这种不断突破技术界限的承诺，使台积电能够为其尖端晶片赢得溢价。它还巩固了其作为全球领先科技公司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的地位。台积电稳定的业绩不仅仅是历史记录，它是公司未来潜力的前瞻性指标。投资者之所以被台积电所吸引，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家定位良好、能够持续增长的公司。他们明白，随着世界越来越依赖先进技术，对台积电产品的需求只会增加。投资者对台积电的信心，证明了该公司健全的管理、战略眼光，以及对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坚定承诺。台积电赢得了市场领导者的地位。投资者相信该公司能够应对全球经济的复杂性，预计该公司在未来几年也将继续创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回报。第六部分，引领未来，在市场趋势和技术进步中描绘台积电的发展轨迹。科技界瞬息万变，新趋势不断涌现，成熟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台积电作为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必须以远见和敏捷性应对这一动态格局。该公司预测和适应新兴趋势的能力将是保持其主导地位的关键。塑造半导体行业未来的最重要趋势之一是对微型化的不懈追求，对更小、更快、更节能的晶片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台积电一直处于这种微型化趋势的前沿，不断突破其先进制造工艺的可能性界限。另一个关键趋势是人工智慧 AI 的兴起。人工智慧正在迅速改变从医疗保健和金融到交通运输和制造业的各行各业。专为人工智慧工作负载设计的人工智慧晶片的需求正在飙升。台积电凭借其在设计和制造高性能人工智慧晶片方面的专业知识，处于充分利用这一趋势的有利地位。台积电的未来并非没有挑战。半导体行业竞争激烈，竞争对手不断争夺市场份额。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贸易战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也可能给公司带来阻力。然而，台积电拥有应对此类挑战的良好记录。其战略投资、技术实力和雄厚的财务状况，使其在全球市场上具有显著优势。